李姐，今天还好有你。也幸亏有你，如果麻田太太真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大家都得陪葬。这火车都开了，还是没走成。看来是老天爷不让我走。 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去打点水。现在我们要尽快联系钱世英，跟他商议转移那批货的事情。荒木危险的定我定得很紧，你也不方便行动，我们都不适合跟他见面。那准备什么时候行动？ 明天是军会在石湖岛火车站一带大规模搜查，要想转移那批药品，唯一的机会就是今晚，要看陈赫能否把握住了。其实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你是说小婉？